终于搞定了，所有的检测结果都出来了，还好这是最后一次做血糖测试了，再来一次我真的要受不了了。只挨了四针，今天这个护士扎针技术就比上一次要好一些，上次给我挨了八针。孩子们吃完早餐都去上学了，我现在也要开始准备一下。我今天要做中糖筛查，所以我提前备一点小零食。我昨天都没睡好，我几点钟醒的？应该3点多还是4点多，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就是身体很累很累，然后大脑特别清醒，也不知道是担心结果还是担心我今天承受不了，因为今天又是3个小时的那一种血糖测试，我很担心我在等的过程当中头晕眼花，而且杰森今天要上班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去，然后还要把我的电脑带去，因为要在那里耗差不多4个多小时，中文学校还有一个星期就放假了嘛，拍了一些照片跟视频，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剪影吧。后来我现在要出门了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到了，今天还是挺凉的，有点清冷清冷的，还好我穿了外套，穿了长裤。先要在这里登记，抽完了第一管血。喝完出来了，哎呦天哪，真的有只想吐的感觉，嗓子眼儿到这里，感觉都是腻的慌，天哪，我的空腹血糖出来了，是合格的。应该是上周还是10天前，然后有晕倒过一次，这是我孕期第二次晕倒了。About 1 week or 10 days ago, and she like passed out. That's the second time during her pregnancy. Okay. I will put that in my note. I will also let you know, as it gets hotter outside, pregnant mamas will get dizzy and sometimes pass out more. That's really common in the summer months.天气变热了之后，就是怀孕的这个准妈妈的话，就是有时候会感到头晕，很多会出现有时候有晕倒的现象。Now are you feeling any like heart palpitations, fluttering in your chest, anything like that? I feel right now. 有没有感到心悸？好像心跳得很快，心慌。对，心慌，会有。Yes, feel like a chest like fluttering.Now, are you drinking at least 90 ounces of water a day? I know it's hard, but are you at least drinking that much? Yeah, I try, but sometimes, some days not. Are you feeling contractions? Just... 有宫缩的感觉吗？哦，那倒没有。But my body feels so tight some days, so tight. Okay. Let's get you one. Good, 1 to 2, over 56.护士那边结束了，我现在在这边等医生。啊，这种感觉真的太不舒服了。我刚刚问他，我说我这一次中糖做完之后，我还要不要做晚糖？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说那太好了，这真的不想再有下一次了。真的，我发抖了，我现在的手都是抖的。终于搞定了，所有的检测结果都出来了，全部通过。还好这是最后一次做血糖测试了，再来一次我真的要受不了了，20多个小时不吃东西真的是要命。今天医生说我晕倒的原因极大可能就是血糖低跟血压低，就这两种。他说为了保险起见，今天特意就额外再查了一个铁元素，我会不会是因为缺铁性贫血导致的晕倒，那个结果还没有出来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比较幸运的是只挨了4针，今天这个护士扎针技术就比上一次要好一些，上次给我挨了8针。休息一下，要去接俩孩子了，现在都12点半了，真的是一天时间在这里真的感觉不怎么经用。你书包呢？啊，你的书包呢？我没带。可以不用带书包吗？没有作业。嗯，
哎，那我们回家了，妈妈真的好累啊。安吉拉，你去把他抓回来好不好？拜拜，我们走了。嗯，我看你额头，你不要动它，你脸脱皮了。消失的他。啊，这孩子。拜拜。上去，刚他在车里面说啥呀？我本来想录下来，但是我在开车。说他的生日，他想在哪过？在我妈妈家。对，在我公婆家过。然后你随口就问了他一句：“你要邀请你同学、你朋友来吗？”然后 Aiden 说：“对呀。”你给他回的什么？如果你要去爸爸妈妈家，就不要邀请同学，因为他们会嫌人多。今天没有做饭，你给他们吃点披萨了。我好冷。刚才说什么？来来去的。所以它的原词是什么？它就是忘了。动来动去。动来动去，走来走去，它自己自创了一个冷来冷去。既没开空调，也没开冷气。刚开了空调，然后又冷气出来。这是空调，不是冷气吗？我说空调。OK。你可以拍我们两个斗嘴就行了。好。那天 Angela 建议拍一下他们俩平时斗嘴的日常。看后面。那你后面有什么呀？傻子。你们能说的那是傻子呢？哎，后面有什么？小心被呛到了。什么？你说，明明吃完饭再说话，你今天给我饿了。姐姐，看看你后面有个，你有喜欢的手工。是在厨房干什么的？对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猫和老鼠里面的那个喝水的这么多，他们是怎么弄出来的？你再来一遍。为什么？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:30了，准备冲凉睡觉了。结果杰森进来说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儿，他要带我们去追极光。他是刚在上网，然后有人说在这里看到极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去郊区去追一下。我还没有见过极光呢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，我们进车，我们要去追极光了。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时间，现在是9:54，马上10:00了。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开着车去找极光。我们一家四口发癫。人生总要颠一次嘛，希望今天能看到。视频上见多了，没有啥新鲜的。但是他没有你现场看到的那么震撼。这条路上平时白天都没什么人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大晚上的，到处都有车。这一会儿虽然还没有见到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兴奋了。I can't see it. That's what all these people are out here doing. Yeah, that's what I see. 刚刚我问了中国的朋友，他们说中国有地磁暴，就是磁场。Geomagnetic storm.That's happened in China. Oh, really? Yeah. 不是什么叫磁场？Angela， 这个有点超出妈妈的知识储备范围了。我们回家一起搜一下，因为我也不太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On the road coming up a hill. Oh, just be safe. That's the hill, you know, a little difficult to see. Yeah, the hill. Please, middle. On my side of the yeah, road. Yeah. Angela， 你知道为啥我们要来郊区看不？哎呀，你的知识储备还可以吗？你都把答案告诉我了，我耳朵很尖的好不好？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像我这种默不作声但是耳朵很尖的人。我说了，因为城市有光污染，是不是？对。I can see green, but the radio can't. You have to take picture. 视频的模式我就看不到，然后如果是拍照的模式就可以看到北方是亮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多拍几张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光晕？大家再拍个照，是这样子，就是粉紫色，然后再加一点绿色。我要到后排去睡觉了。你去睡吧，俩孩子都睡着了。